双北市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Ubike 大受民众好评，系指福德一路底社区大楼多，因为没有设站，也有 Ubike 设站的需求。就民众向议员廖正良服务处澄情，希望在福德一路八十六巷口设站，只是将机车格涂销，却可能让原本停车位就不够的情况更严重。所以里长也建议一旁抽水站或是社区大楼前空间比较大的空间，认为可能更适合。 就是在前几天刚刚启用的桥东里 U Bike 租借站，也让西子的 U Bike 网络更完整。也因为真的很方便，所以使用率很高。只是在福德伊尔路底抬头望去，社区大楼很多，却没有租借站。需要，因为这边人口很多啊，这边这附近人口很多、啊。对于这个我们康乐里的居民有可以有这样子的设施来讲话，那是一大福音。但是。 土地的取得和用地的取得的这个部分，应该要先考量到，就是说，不要去抹灭掉路边这个机车格的这个使用者的这个权益。下班住户回来之后，在这个机车格上面来讲的话的需求量是相当的大。 有民众就像一元廖正良提处陈情，原本是看中福德一路八十六巷口这一整排机车停车格的位置。不过李章表示，目前一到晚上，机车停车位已经严重不足，如果图消来设租借站，可能会带来反效果，所以也建议了几处比较可行的地点。原有的这个居住户的这个停车的权益有相当大的影响，我认为说是可能不大适宜，那应该我们找一个更适当的一个。 地点来设置，那我们也建议就是说，可以的话，在这个，呃，金融抽水站，哎、呃，就是说在高速公路四号桥下方那个抽水站的地方，那个内侧有很大的一个护地存在，可以来设置。诶，涂胶部分的汽机车格，然后来做 U bike 啦。那当然，里长是有一些疑虑啦。那我们，呃，当然还是先尊重地方的意见。那我们。 里长是建议说，我们社区的退缩空间，然就是我们外面的人行道，还是先询问社区的意见啊，或者是说我们旁边哦抽水站的地能不能使用啦？那我们会尽量做到呃，让大家都能够接受。考量到地方的停车需求，接下来交通局也将针对里长建议的几处地点，在评估考量设站的可行性。记者惠玲，西址采访报道。